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想什么呢？这个。给我来点饼干吃一吃。啊，兄弟们，今天来越南老板娘这边买点饼干吃啊。这什么饼干？这奥利奥饼干。哦，越南版的奥利奥啊。死了，多少钱一包？一万五。一万五，兄弟们在这边卖一万五一包，四块五毛钱一包。在中国多少钱一包奥利奥？好久没吃这玩意了。一万五，两万五多少钱？两万五几包？两万，给你两包。两万五两包，就剩两万五了啊。这个好吃吗？确定好吃啊？不说怎么知道？不好吃怎么办？不好吃、啊。不好吃退款吗？不好吃就给别的人。你看看，兄弟们，这100%不好吃，我看这都好久没卖出去了。